年春节特辑来了。现在你在放假吗？我一定让你笑到受不了。真的啦，加两次的。我的妈呀！加油加油加油！你嘴巴是有东西，三开，要藏起来哦。三开，下面来第一题，第一题喽。来，我来了。麻烦制作单位以后找强一点的对手，好不好？我还想说，我爸吃一半。季老师在干嘛？季老师应该做这个，你也不是比第一次的、啊。欢迎光临疯狂股市福利社，让你的财富 free free free！ 呜、哦，大家好，我是中国娃娃 Coco， 我是中国小男孩，小男孩哥哥，泽是小男孩吗？这样讲我都自己不好意思了。哎、欸，今天怎么样？金龙年春节特辑来了。现在你在放假吗？我一定让你笑到受不了，笑到受不了哦！搞笑竞赛，飙股大喷发，又搞笑又有飙股，多好啊！我们请教哈。三个分析师今天来受苦受难，受苦受难吗？那大家好笑的，让大家笑笑。哦，有些老师说：“哎呀，这则我们一定要录这一集吗？”不敢，这三位真的真勇者啦，好不好？第一位何基鼎和 Gucci 老师，你好，全身 Gucci 啦。我是 Gucci 老师、欸哦，我已经很久没参加比赛了、嗯，真的，因为我为了这场比赛，我特别穿了我的战袍。你看 GGGGG 是为什么、Gucci ？就是今天要拿金牌啦，不要 Gucci， 不要 Gucci，、哦、而且呢。今年是龙年、欸、，Golden 嘛？讲、欸、完没想到 ，Golden 嘛？你还没比赛就 GG 了、欸，哎、欸，你今年最好笑笑话，你今年最好笑笑话，你不会在讲、欸，我是台 GG， 刚出道一下，来，害我一时讲不出口，酷 gay， 好了 ，GG 就拜拜、欸，第一次有人还没才刚刚还没比赛，就跟大家讲他 GG 了、欸。欸今天最好笑的笑话，欸、我这样，对不起，你那个 GG 就是 Mark 那么小，欸、为什么那么小 GG？ 哎、欸、呀，就是要拿金牌，拿很多金牌的意思啊。好了，为了避险，好，我是问你一件事，真的假的？什么？当然是真的。那个是反冒的吗？真的？当然是真的、啊。先查好吗、欸？我们是要拿金牌，是拿真的，但是为了避险，是真的、哦、啊。所以他说的。真的 GG 了，哎，他的比赛也有特色，哎，不错、啊，我帮你接这个，真的是，来，要加入真的 GG 的基鼎老师，小鼠 GD 1788，好不好？是 GD 哦，要不加，哎，你看连恩典都不理你，我帮你介绍你那个学经历，他都不理你，哎，真的，我一直觉得制作单位有偏心，偏心，没有没有，是恩典。哦，恩典，我没有。小鼠 GD 1788，好加 line， 那个我们节目标题对不对？点标题就有连结了，好不好？有连结了。好，来第二个，来，今天哇，跟你讲，今天是龙年嘛，对，对不对？嗯，龙什么虎威？龙什么虎威？假虎假威，我也是。我脑袋气到，气到，哎，好的。这个话不行不行，我首次来参赛就这样刺激我，不是、啊、想不开啊，你强敌环伺，因为这个制作单位没有跟我说对手是谁啊，我就过来，对，你看一个 GG 吧，对，一个自从来参加过我们比赛，遇到我们两个高手，很通常他们就不会再来第二次，所以上次，哎、欸，你有赢过？陈彦，你有赢过吗？上次这样讲话羞辱人哦！上次我们两个好像一起拿冠军了，跟他一起拿过，我们一起拿冠军，那个是上次，上次，上一次的上次是，哎、欸，你过去参加过几次？魏老师，你已经准备好那个败选还是要参选，还是要赢家的感言？对，我是跟他说，他那个九宫格式不用拿出来。没有，我今天一定要，我今天一定会想办法拿出来，有点多余。对，我要出来画两条线。因为我刚刚已经偷渡先拿出来了，你要不要先拿出来？先给你秀一下，秀一下。他怕以后，秀一下，秀一下。这就是你今天唯一一次机会了。怎么可能唯一一次？好不好？人家绝对不可能唯一一次啊！对对对，人家吹唢呐吗？人家第一次，有点浮夸了，浮夸，浮夸，浮夸了，浮夸了。来，魏老师来。小老鼠 M O R E 888，好 ，Do you want more？ 好，威远老师 M O R E 888，好，这是威远老师，你看学经历也是不错，我们到啊，这个是一样，那参考一下。第三位还介绍吗？要吗？第三位，他一出场，我跟你讲，就身为这个竞赛的常胜军啊，就直接坦白讲啊，我参加每次比赛其实很难遇到对手，不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比我强啊。垫底的吗？不是，因为我跟你讲，我跟他很熟啦，是，就是说他常常就是喜欢代班呐、啊。
代班主持人啊，然后每次代班主持人喜欢干掉我，是不是干不掉他很难过？听说他的 TBS 又代班那个《金陵天下》哦，然后常常代班到最后主持人不敢请假了，不敢请假，是不敢请假，因为话太多了，被你抢走了。不是他不敢请假，因为他每次都是不是我跟你讲哦，其实今天这一集应该是我主持，然后他本来要参赛，但是我一直劝他，他的形象非常的好。千万不要因为一次比赛搞砸了。好好，谢谢你，谢谢你，谢谢。看我今天怎么玩弄你啊！小老鼠 GP520，你也 GG 啊，你两个就组成 GG 二人组啊！GG 我就有机会。我跟你讲，我这辈子唯一不穿的名牌就是 GUCCI。因为穿不起啊，不是，我这辈子唯一不买的就是 Hermes， 因为太贵了，这是没有开玩笑，至少是因为这样子啦，对啊 ，GG 啊 ，GG 哦，好了，没关系啦，所以我告诉，所以你没有 GG 哦，我没有，啊，就没有啦，哎呀，上当了，哎呀，上当了，哎。你们节目不要逼我，又要站起来了吗？这个一定要留下来，来站起来，没有看到啊！哎，记得你有 GG， 他没 GG， 也这样也挺不错的。对哦，没有 GG 了，哎，你今天居然被我玩的，好爽哦！人生啊，哎，我们来看一下，来来，我们来玩比赛，我今天一定拿冠军，我跟你讲。好，那正式一下，你有 GG， 然后我拿冠军以后，我一定要。以正视听，好，等他拿了再说啦。他说没怎么没有，他很难的。来讲解一下今天的游戏规则，每位老师呢都有准备股票的九宫格。那呢，我们等一下会进行比赛，如果答对的话呢，才可以讲解一档股票。那连成两条线的就是我们今天的冠军。冠军如果没有的话，就要惩罚啦。噔噔，哇，芥末饼干，哇塞，哎，芥末饼干，透明小秘方，你为什么不用鱼子酱饼干？好，为什么要唱那个？不是啊，我就是说上面为什么不用鱼子酱，为什么要芥末呢？不是要惩罚我们吗？惩罚当然用芥末啊！因为对你来说，你输了就是世界末日，所以给你芥末，好不好？好 ，OK 吗？鱼子干还有柠檬原汁，以后输了在福利社都不要吃东西，你觉得这惩罚如何？这个惩罚，就说真吃芥末。不是，我跟你讲，现在基本上每次来录。都吃不到，因为你都主持人是不是？来，他另外上去那个嘛，另外一个要喝很酸的柠檬原汁，真的哦，柠檬原汁的好不好？原汁哦，这两个我比较怕柠檬原汁，真的吗？因为芥末吃鱼子酱不是鱼子酱，那生鱼片常加。魏老师，听说魏老师，你看我讲原汁，你喜欢原汁的吗？原味啊，对，我喜欢原汁原味。我跟他就这样生了四个，你喜欢是不是？那等一下就可以吃了。没有那个要输了才要吃，好不好？对，我为什么我一定会输？不一定吧？你就不是都已经假乎假味？不是，你先想一下，你选哪一个嘛？哎，那个哲哲，你要评评理啊！他们两个都欺负我，这样行吗？魏老师用实力告诉你别人一切。对，没错，是不是？看我的，好不好？好了，板子赶快拿。什么叫真男人？好不好？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可以再秀一次实力，好不好？我就怕你到时候一力不胜，没有了。他很有实力，这个我肯定。好啊，结果人家说我因为我有九力啊，对，所以他是你是训掉，因为我毅力嘛。哦，对，我毅力是不是？哎，这个梗不错，是不错，又要拿来用。实力过毅力，我比你多了9999999。除了大人有大量之外，我现在又多，我的脸书又多一个梗了。有毅力，你有实力，我是最有毅力的男人。我没有实力，但是我有毅力。对对对对，比你多了9999000颗。然后9999000点啊，反正就这样子啊，1亿减掉10颗啦，自己算了哈。好嘞，好，我们来看一下，来正式比赛开始啦，食神要降临喽。来，等一下呢，我们看完题目后，比赛吃水饺，看谁最快吃完就可以抢答，答对的人才可以讲股票。所以这一题，来你说，你干嘛先看？我觉得今天这个比赛很有针对性。为什么？我讲过很多次啊。我如果参加比赛，不要一开始就吃东西。哎，因为他会每况愈下。比赛都要吃东西。因为我一开始就吃，我只会赢第一题，然后后面就没有完全无法参与。我讲过了，你就前面几题那么慢，前面几题那么慢嘛，前面就不吃啊。所以你现在意思叫我看着水饺不要吃？对对对对。你不是针对性？你不是说你有毅力吗？你这是不是针对？你没有毅力啊？这是不是针对？你没有耐力啊？对不对？没有，好，没关系，没有针对。我今天一定要改变大家对我的看法。你就只有两颗而已啊，对不对？好，这个怎么接？不要接啊！我跟你讲，
有时候当主持人没有梗是很难堪的一件事。是吗？难怪我昨天看节目我觉得受不了。对不对？玉凯是不是这样？上来讲一直没有梗啊。哎、我就跟他讲。好、哦，所以陈老师这些失误。哎、欸欸，对不起，我还没讲话，你插我话。不是。你要GG的吗？我真的很想问，有酱吗？啊，有。鱼子酱吗？不，一般的酱，因为酱干吃，我怕我会输啊。其实一般其实蛮好吃的，像五花马我就干吃，我居然不会加酱哎、欸，因为它里面都有盐味。因为我知道它会卡在喉咙，滑不下去。啊啊，你们其他老师需要酱吗？需要酱吗？是酱油吗？哎、欸，对，需要吗？因为我们要让它滑，给你们几秒钟时间。辣椒抓鬼，好，辣椒不用，我直接吃就好。直接吃掉，我都吃原味的，不是原味，都吃原汁原味。对，一再强调的，他也都买原汁原味的，上网订购。嘿，真的、哦、OK。而且要从主人身上马上。好了 ，OK 的哈，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题目，来，先给你们看题目。如果你觉得这一题不好答的话，真的吗？好不好？就不要吃了，就不要吃了。神盾集团去年的表现强势，这么简单。請問下面哪一档不是神盾集团的成分？我先试一下哈，因为上次给我设了一个陷阱，来试一下，试一下。来来，那我可以先试吃一下。试夹。魏老师，你要不要试一下？好，可以哈。OK， 没问题。好，来。所以这题到底是安格还是安国还是安可？哎，先不能吃哦，吃了就暂时吃。没有，可以先沾好啊。老师，你们准备好了吗？请问一下，关键字是什么？关键是什么？对对哈，第一次讲不算哦，好不好？第一次讲不算，先讲现在告诉我们是什么不算，对不对？对对对，好。对，因为我被玩过很多次，我跟你讲，他每次就会然后就突然莫名其妙跑出来，然后我就看，就我们本来以前关键字是什么？啊，好，请抢答啦，就是请抢。对，这是关键字，对不对？对对对，好，是那个，你真的蛮有经验的，是啊，不是啊，我为什么一直拿冠军？没有，只要讲后面，你有一直拿冠军？没有，我觉得但讲三个字太长了，只要讲后面两个字，哦，讲抢答就可以了。哎，开始了，开始了，哎呦，又被骗了，被老师太老实了，真的。哎，你不错，你变聪明了。吴老师，赶紧一个吃三个啦，第一吃啦，怎么办？这要怎么塞、啊？我告诉你，等一下他就会昏倒了，没关系，他等一下就变笨了。剩下一颗了，赶快！今天老师还有四颗哦，吴元老师也只剩下三颗了，加油！要不要让一下？来看一下，只剩一颗了，陈毅老师，放到那看一下你，对吧？哦，对，好像只剩一颗哎。我们往下看老师的食物，对，来，准备好了没？吴元老师脸好红哦，来看一下，要记得呼吸哎。来来，哎，陈毅老师，你吃完了。剩一颗，来让他们一下啦，两个可怜鬼。嘴巴要干净吗？嘴巴要干净，嘴巴干净，因为他嘴巴都不干净，他嘴巴要干净。过年要嘴巴干净。对对对，过年要嘴巴干净。大过年的。对啊，嘴巴干净，烂一下，烂一下。没有，我现在在等。你先把他们噎死，然后剩一点点，然后再淋着他们。我要等他们剩一颗。你们很逊哎。这就很像那个龟兔赛跑，兔子跑。你知道吗？我剩一颗，对不对？然后他们准备要吃最后一颗时候，剩两颗时候。不要吃了啦，太调皮了，停住了啦，肚子饿是不是？魏老师还是，把它吃完，真的还要继续吃完、哦，继续吃完，没关系啊，加油，嘴巴吃完，一比一了，一比一了，嘴巴吃完，哎呦，我想说他会忘记按，可恶、啊，魏老师你太老实，要是我就不吃了、欸，哎呦、啊，硬不了了，好吃不是？我跟你讲，参赛的这就是运动家的精神。我一定要把它吃完了，这就是运动家的精神。所以他一直到完成都会在里面，所以你看生了四个。好冷哦、喔。好、哦，对，好冷哦、喔，来。好、啊，老师，如果今天老师如果哎、啊欸、那个再看一下，老师如果今天只答对三题，只画了一条线，不是？你听我讲，你听我讲、哎，我说生小孩让你两条线。结果我现在只有一条线，我现在生四个，结果只答对三个。我生小孩数量大于我答对题目的数量，知道不？好冷吗？不是，我因为我今天只有这一次的机会可以秀我的九宫格。对对，所以我一定要在第一时间。你在前三题都是答对啦。哦，哎，抢吃人都答对了。真的吗？对，好来看一下题目。老师，你今天我答应，只拜托你答应我一件事，你今天那个答对题目的次数要比你生小孩的数量多，还要多、哦好好嗯，没问题啊，那就是五题哦。哇，那总共几题？哎，可以先贴，不行先贴啦。你还没回答，你还没回答问题、欸啊，我还没回答吗？对啊，是吗？想偷吃同安格吗？就安可啊，
安可吗？安可啊，3615啊。答案是什么？安可 C 啊。好，没问题，答对，噔噔噔噔噔，对不对？所以我说制作单位对我很好。哎、欸，你两个人快死掉，吃个水饺、啊、行不行啊？我觉得痛，中午吃太饱，中午吃太饱，不是，哎、欸，吃东西。哎、欸，我想问一下，以后可以拜强一点的参赛、嗯？不是，你要吃两个七个水饺，我看不下去了。哎、欸，搞不好后来居上啊。至少像玉凯这种找一下嘛。玉凯上，玉凯最强的是吃那个福利社节目完以后，然后偷吃剩下来的。欸、真的比赛的时候他又不训练，他都不行，他是耐力型。我目前大概只怕玉华而已。玉华真的很强、啊。对他任何人都输就赢我，很奇怪。對對對来来，哎、欸、来来来，好来我们看一下台光电哦。实际上最近台光电的表现很好，跟整个伺服 AI 产业的崛起有很大的关系哦。尤其是我们看最近那个美超微的股价大涨哦，所以。台光电，我们讲最上游哦，这个铜箔基板的部分，不要打嗝好不好？对，会耶。你怎么知道我准备要打嗝？好，赶快讲哦。哎、okay, 欸，重点是标股啊，大家这个注意哦，哈、哦，注意，这个第一档我就先讲这一档，你应该懂我的意思。好，我懂你意思。对，好，就是让你赚饱饱，吃饱饱哈。没错，哎、欸，第一档很饱嘛。讲大过年来，大过年吉祥，龙五吉啊，大家这个过年吉祥，好不好？好不好？台光电。我们来看一下，所以谢谢老师啦，这是第一题啦。下一个，来来来，食神哦、喔。来，下一题，食神降临，今天怎么样？看完题目之后，比赛吃萝卜糕。最快的一样可以抢答，看谁吃最快，吃完的时候可以抢答。嗯，吃完以后才能抢答哦、喔。对哦。哦，然后答对以后、嗯、可以讲解一档股票。是的。魏老师，我不叫你不要吃完。你怎么后悔了？你两个前两位好像对我后悔，对我后悔，真的是名副其实。哎、欸欸，我觉得我们下一次啊，这个改成叫做什么？大胃王抢答竞赛？没有啊，因为过年不是过年要吃饱啊。过年四个字，年年怎么样？而且我跟你讲，年年有余、啊。我已经一年没吃了。你一年没吃啊？没有了。对啊，过年嘛，啊，前面我没吃嘛，啊，过了不就刚好一年沒吃？好冷，好冷，那真的等于两年没吃啊！你说、啊、对，好吧。来，上次过年的好像特技你没有吗？啊，是不是？哦，哎、欸。好吃哎、欸！哎、欸欸，有没有给他们加热一下、欸？不是，我觉得我可以直接贴了啦。因为这两个人应该今天完全没有办法，连这个萝卜糕我不知道，对不对？有还有这样吗？啊，不然你以前常吃萝卜糕吗？是是是是是好了，不然这样子的，我先把它移到旁边好不好？不然这样子的，好不好？嗯，哦，怎么样？对，怎么样子啊？那没有梗了啦、哎，先看题目，先看题目啦。既然这样子，你是跳那个了，很难的哦，很难的哦。请尊重主持人，好不好？台积电元元效应，请问创下688元的历史记录，这一题看起来简单哦、喔。后来我想了一下，我差点答错。好哟，对呀、啊，是不是？很像哦、喔，是不是？这几年都很近。现在不能查，手机拿下来，手机拿下来，不然到时候不让你抢答、喔。应该，反正不是21就22，不然就23嘛。嗯，对，就是这三个。到时候不让你们抢答，我跟你讲哦、喔。他已经讲了。我已经加强大了啦、啊，加两次了。我的妈呀！大家好，纯真连制作人搞什么 ？Killer 都不给我画面那个。我们尽量看到盘子哦。我用手吃哦，专业老师这张嘴有够大。欸、你这也太快了吧！好恐怖，全画面看一下，你也太夸张了吧！哎、欸，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拼命！我觉得你们放弃好不好？真的放弃了。魏老师有点失利。他这个牙齿，陈毅老师还是很有耐力的。你是不是午餐没有吃啊，陈毅老师？有被你中午考上分析师后，你整个很有猛哎、欸。那中午吃太饱。对啊，你这个不是理由，你吃太文绉绉了。你赖一下金立老师嘛，好不好？金老师一口气把它吃完，快点。我看一下，我差点忘了、你还没有吃完，你嘴巴还有，你嘴巴还是有东西，张开，你不要藏起来哦，张开，给我看，有蛀牙，下面还是有，之后下面好，没有了，干净，干净了，那你有没有看一下 GG 老师 ，GG 老师，但问题是哪一年我忘了。对吧、啊？这实在不太确定，好笑，所以金金老师还有机会哦，哪一年？快点。你先搞，他每年都有文献效应啊。你先打、啊，你先搞我，我要吞下去好了。可你不要到时候输魏燕老师哦，赶快，赶、哦、快，细嚼慢咽的。你们第二个吃完的按几个按钮？2022，你确定？你确定吗？他等等等等哦，等等等等哦，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哦，应该不是2023嘛，对不对？
对啊，那二零吃完才算嘛，我吃完了，吃完了，赶快按啊，我吃完了，我也吃完了啊。你看，他们都想抢答哦。2022，你确定哦？他们都想抢答，暗示你到这个地步了哦。好了，让我答了吧。A 啦，好，你要不要换？给你先换。最后三二一，真的吗？我不知道。好了，我白纸拿出来了啦，快点。记得是2022，不知道，你快点，你看着镜头。不知道。可以，最后答案选择。三。反正我对你很好，不是好了，2021啊，2021啊，你改可是我很怕被骗，能改吗？因为他是优先的，对啊，對啊，你还没讲，他是优先的，对不对？可是我怎么记得是2021？哭哭吗？好，快点啦，好了，2021好了，2021是不是？确定吗？来，请告诉他答案，答案是这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什么事情？千万不要吃太饱。好了，我正讲了，答案2023怎么让你帮我分享出答案来了？太高兴了啦！你们两个猜拳啦，好，没关系，让他啦。没有，两个猜拳不行，猜拳错了嘛？对啊，我讲错了。你讲错了哈？对啊。哦，对，你讲错了哈。讲错了。因为他讲 A 啊。哎、欸，对啊。所以你觉得是多少？是不是2023？怎么可能？对，半年不会拍2023吗？我牌都拿出来了啊！对，你讲错。哎、欸，经理老师你不错，你看经理老师是真君子，因为他也猜错了。我以为你是演的、欸，我以为你要害他、欸。经理老师，你要想说，哎呀，我演的真相、啊、总是该我了，你不会这样讲吗？就让我答对一题嘛，好吧？答对一题啊！经理老师，等一下对你会放松一点点，好不好？你看，2022，你看经理老师代表蛮老实，要是我就说，哎呀，我演的好像、啊。对啊，我刚才就在糊弄你。然后结果现在最难过，陈毅老师是，所以你看我对我演多好。感谢大家的支持。我只是肚子饿，我把它先吃完。对，好了，我可以2022。有什么感想？没有，没有啊，没有什么感想。你们觉得很生气、很干、啊？不会，不会，不会，千万不要真的中想。反正比赛是一时的嘛，友谊长存嘛。不是不是，难怪他好多朋友。我跟你讲，因为最后还是我赢了、啊。没有，拭目以待，拭目以待。我认识他，我认识他十年了，真的有十年了。他真的吃饱就会发呆了，对，很快。所以我刚才就一直讲说。第一题就吃的，对我非常不利。现在第二加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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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跟大家讲3680的加灯。刚刚讲到，既然台积电概念股嘛，既然是讲到台积电，一定要讲台积电概念股嘛，它是台积电的一个算是独家供应光罩盒的厂商。那另外呢，有这个美国相关的一个晶圆的厂商，其实也是由它做一个提供的一个部分。那不管是先进制程还是成熟制程，他们都有。那重点在于先进制程，因为呢。接下来整个2024年，我想最重要的重点还是会在 AI 跟先进制程上面。所以呢，加登是通吃啊，不管是台湾还是美国的订单，通通有后续啊，相当看好，大家可以在金龙年赚个大龙红包。哇，大龙红包！哇，大龙红包不错哦，飞龙在天哦。哎、欸，你可以再，你就只有最后机会了，再给我最后的机会，这是你最后机会。拜托拜托拜托，你是两个人答错了，才轮到你的。老师，你要吃快一点，好不好？好，当个痴汉，当个努力，当个男子汉，当个痴汉。好，那不要都是你们在表演，我们主持人也要在做，好不好？啊、你们也要、啊，我们来，我们也要吃一下奶嘴，比手画脚。不是，应该是说他们两个比，然后我们猜谁赢。对，来，比手画脚就对了。我们接下来比手画脚，好，不用奶嘴了，好不好？我们就不吃奶嘴了，不吃奶嘴了。那我们要第一题啦，我刚才已经跟你讲这一题这个啦。这个不难啦、啊嗯、不难好不好不难。这个就我来收烂了，你来演啦。好的。好不好，来你过去一点。第一题哦。过去一点咯。好，第一题哦。股票吗？谁？猜股票吗？第一题。你要不然我先跟你讲、哦、猜股票。猜股票。你们要先抢答哦。你们这个画面就可以看得出来，所以你们抢答。比到你看得懂。哦、第一秒钟你直接猜出来也可以。哦 ,OK 吗？除非你认识恩典，你给恩典那个。有交情、哦、叫我不要还没比就按了好、哦、不要那么明显、哦、对不对他说这样太明显大概比一半的时候对啊好不好因为我已经包了他一个月的午餐了好来来来我们来看一下来来真的吗好来第一题第一题咯来我来了锤打一直锤一直圈你也拳打来十拳哎、欸、你刚刚有算吗你确定吗确定吗绝对不可能一拳啊因为你刚才挥了好几次啊所以不会是一拳啊魏源老师，可是他刚才第一拳打最重啊，不行啊，他打超过、欸、他没有打十拳就比错了、啊欸，他这次认真的、哦、还是要叫你打一拳呢？
还是想打一拳，然后打十拳呢？到底是一拳还是十拳？来，有信心，有信心，还是上拳？我跟你讲啦，如果这次他在被拐啊，我跟陈毅老师干脆不要当分析师好了啦。还是上拳，来，快点，他打上面哦，上拳，他打上面，上拳，他打上面是上拳，那不然再打啦。你十拳，他一拳呐、啊，哦，你一拳呐、啊，那你上拳、啊，好不好？上拳，OK 吗？好。反正你本来就先打来，你说。十拳了、啊，十拳了、啊，十拳。对。噔噔噔噔，十拳。恭喜恭喜，就是十拳。十拳，一拳两拳。对了，你可以打个感觉一下，好不好？但是我就这样打。一拳比较好一点。下次换你打我好了。一拳太明显了，对啊，不好玩，对，好不好？但是那个重力的那个有，所以我赢了嘛，对，你赢了，对啊，哈在那边糊弄，就怎么可以这样呢？我觉得今天进行的太快了啦，没有关系，不会，我们大概不会，我觉得十五分钟，上次给我录到六十分钟、七十分钟，前面他，我就一直叫你们多，前面他一直赢，我们可以改三条线，后面就睡着了，不是 bingo 了啦，就差一个了，听牌，我先确认一下我的，不是听牌以后，然后一直连输啦，对，然后那一场那个 GG 在啦 ，G 顶在啦，是不是？因为 G 顶也是一题都没答对，好像是变，后来是别人神力转胜，好像玉华，后来全部连续答对五题啊！你干嘛贴反自己的头？你想反转？对不起，对不起，你是不是想反转？对不起，对不起，我在逆转啊！我在逆转，逆转，自己逆转，明明你先的还在逆转，逆转胜，好不好？我觉得今天没有什么压力啦，所以我就很轻松的跟大家聊一，跟台股一样没压力，尤其是过年这段时间，你可以不要讲吗？每次都这种戏吗？今年的过年哦，我要帮助大家越来越先进。好，先进光老师，你移一下先进光，画太多了，画太多了，来，再画圈圈，那画圈圈进来，给他画一下，对啊，圈圈进来。来，欢迎收看股市甜甜圈焦点股，不是叫你画圈，叫你快一点，不是快一点，不是哦，不是要讲这个，没有啦，就先进光啦，就是现在手机镜头、车用镜头、指纹辨识相关三大题材，那再加上这个接下来镜头升级会有很好的效益，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先进光，好不好？哦，不要再看不起镜头了哈，镜头会越来越好哦。好，谢谢老师啊，陈老师现在打。我跟你讲，我首先要感谢的人是恩典、真的，我包他一个月午餐，果然我一直以为他骗我，真的吗？我一直以为他骗我，他在旁边否认呢。对对，我一直以为他骗我啊，不是，结果真的没想到，我就想说姑且试看看，真的是十全。他在三十号的时候说包他这个月的午餐，对啊，就三十没有，我是二月二十九号说我包他一个月的午餐，二月份的午餐。然后四年才一次嘛，四年一次。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题啦，步步高升，过年要步步高升，噔噔噔噔，哦，噔，来，这怎么样？好，等一下呢，我们要看清题目再动手，看清题目再动手，是，好不好？请大家呢，等一下用烤肉夹将棉花糖堆起来，限时三十秒，跌最高的人就可以优先抢答。要跌最高啊？那题目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啊，最高，跌最高，对，跌最高的改了。最高啊！怎么改了？我之前来参赛的是谁叠起来？魏老师干什么？练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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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习高升的是叠最高的、啊。没有练习这回事，没有，不能练习哦。用想象，对啊，想象谁老师都没有。来，先看这一题啊，亚太区，亚太区。怎么有痰啊？对啊，你就是我痰，关你什么事？对，奇怪，不要让我们两个人，我们两个人，我们两个难言之语。你自从跟庄嘉莹老师。之后跟我什么关系？你不要再扯到我这边来了。你昨天硬要扯到我跟他。来，亚太区 OK。亚太区最大的债券 ETF 是哪一档？好不好？好不好？亚太是算发行还是说它债券的发行地还是发行规模？发行规模，那这样就简单了啊。规模现在认列金那个认购金额最大的嘛 ？N 点没错吧？是规模嘛？对不对？啊，是亚太发行的 ETF， 而不是美国那边发行的亚洲债券。你到底要不要比呀、啊？问那么多，你要参加研究所考试、啊？题目啊，你能跌最高吗？题目，我跟你讲，你先跌最高，你问的问题抢答成功，你问你再来讲，一点都是废话、啊。对啊，题目就已经告诉你了，题目已经给你写亚太区了，你看不懂英文，上面是英文啊。对啊，不要解释，不要解释。我不懂，我这题有什么难的？他就写亚太区的，就看题目嘛。哎呀、啊，那难没关系，等你不懂就算了，那就慢慢就不要堆了。他在过程中，我一直偷看他有没有把棉花糖放上去。来来来，障眼法。来那个上下画面，来来来，哦，要准备开始了。好、哦，来，好不好？开始吗？还没开始
你还开始拉回去，拿回去，我都没有说抢答嘞，嘿，来，我都没说抢答，你们干什么？画面再往下一点点。我都还没说抢答，魏源老师已经抢答了。哎呀，三次。哎呦，还是陈彦老师。魏老师是老实啊。我跟你讲，我这辈子哈，他两个年代一直被抢答这两个字给困了，你知道吗？年代系列，看谁最高。换一个，换一个，换一个，老师加油。老师，魏老师加油，你太老实了，你这样谈不行啦。你要不要三二二三二一？哎，不能慢慢脏话，那马赛克我刚好逼哦。三十秒喽。来。他倒数了。他这个吼，现在是要叠最高，对不对？对对对。那现在就要赌他们都叠不上去。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我们再往下一点点哦。这样子啊，不然怎么办？你要一个一个高哦，他就一直叠不上去啊，你知道吗？嗯，再上一点点。哎、欸，可是叠最高，所以是最后比哦，还是怎么样？三。因为现在没办法按，二，因為不知道谁最高。一。谁最高？欸、你看就知道了、啊，看就是我、啊。哎呦，掉下去了！欸、你怎么可以维持这么久？这样已经按零后，拜托你了，好不好？你不要这么没动弹，最后一刻倒戈啊！来，那个，那你上上去，那你上上去也赢不了啊！是按零后才倒啊。没关系，我让你放上去啊，没关系。真的哎！你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是你那个桌子比较高，好不好？我跟你讲，身为你要答对才有用，好不好？范大，他那个你这个堆叠不错哎。身为比赛的常胜军，常常在玩那什么 Uno 啊，然后那些什么堆积木啊。哎，麻烦制作单位以后找强一点的对手，好不好？我刚才这样慢慢弄啊，我在看，哎，我还想说我要不要吃一半，先吃一半。金立老师在干嘛？金老师在干什么？金老师印象中这个你也不是比第一次的啊。他这个在干嘛？我就叫你不要穿机器，第一次参赛我很多不知道。我就叫你不要穿机器。哎，好了，我给你拿起来秀一下。不是，魏老师第一次参赛就算了，你参赛几次了？对啊，还差那么多。哎，你以后哎，我跟你讲，你过年不要穿这件去打麻将。真的鸡鸡，对，真的鸡鸡啊。那时候，那时候鸡鸡都只剩那外套而已，好不好？然后人家外套还不要，哎，这个会鸡鸡啊。我外套拿去呀。人家不要啊，会鸡鸡啊。还把它吃掉？你还吃掉？已经统计完毕。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统计完毕，没有统计完毕。哎呀！来，没有？哎，来看一下高度，看一下高度。现在比赛，来去帮他用，去帮他堆叠一下高度，两个比赛一下，比一下，谁先秒吃的？现在呢？来，看起来，挪一下，挪一下，挪过去。哎呀！哇，这不好意思。好了好了，跟你开玩笑的啦。好可怕！哎呀，吃一吃，收一收筋啊。对啊。来，压压筋。听说吃这个喉咙碰是有效，是有效的，真的真的。好，因为它有一个明胶，会把那个。你知道什么包住？他一定要吃，因为他职业伤害，常常生喉咙。哦，那我也要吃，好不好？哎，他不一样，他不一样。常常很多东西，他晚上生，晚上生喉咙。对啊，对，他是晚上的。好，不一定答对啊。啊，因为晚上要直播。我只能试看看呐 ，B 啊。直播。D 啊，没有 D 啊。元大美在二十年。那是 B 还是 D？ 不是 B 吗？哦，因为我听成 D 啊。我也是听成 D。你确定吗？不知道。哎，你知道公司在有时候规模大哎。A 啊。台湾公司在规模。如果整个比的话，我给你一个东西哦、喔，台湾公司在的没关系，你不要再说时间了，就比了，不要再用这一招。我跟你讲，我付了一个月的便当钱，你以为我白付了？你知不知道？好，我先讲我的想法。那个，如果整体而言，公司在的规模，这台湾啊台湾哦，是大于那个美债的规模。嗯、我们如果没记错，恩典没错吧？对不对？哦，公司在的规模是大于整体哦，是远胜于美债哦。因为很多人觉得公债的殖利率比较高嘛，可是美债就比较没风险的，来选吗 ？B 啊。那刚才有人在跟我们讲说，亚太区是亚太区，亚太区啊，就跟你讲亚太区，所以 TOT 不是亚太区啊，这有什么好问的？我不太懂哎、欸，可以告诉我？因为我怕是说，是美股发行的 ETF， 然后你是说是亚洲债券，有那种亚洲债券、啊？那不论怎么样，这是不是亚太区的啊？美国发行的亚太债券啊，而且 TOT 是美国发自己亚太的债券吗？不是啊，啊，所以你在为什么？我真的不知道，真的是哎、欸，吃完又 GG 耶、欸！你看他表情，他不想理你。你看，没有没有，我想说抢个镜头、啊，不是因为我觉得这一段有点无聊。对啊，那我觉得反正会被剪掉。对对，没有时间就剪掉这一段。来来，看一下，对不对？好，来，哎、欸，技嘉，技嘉。我想伺服器哦，真的很厉害，所以这一波一定要注意哦，尤其是它的这个
伺服器的占比哈，从去年干什么？你从高点坠落，这好笑。这是九天玄女啊，降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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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哎、欸、啊，对不起，我用你的梗，你别人的梗，老是在用别人的梗。对 對, 對, 对，我专门偷梗啊，你要小心哦、喔。有人专门偷梗，是哦、喔，对啊，最猥亵那个。很可怕、哦、他偷梗偷到已经不着痕迹了。对啊，他从 你都找痕迹啊。对，你都找痕迹。10%增加到18%了，就是伺服器占比，今年这大幅度增长，所以我们计价计价啊，我有一直有注意啊，就有他的老情人不知道有没有偷偷回来跟他幽会。嗯，什么老情人？就是巴尼巴尼尼啦。啊，我发现他最近不太理他，所以我就很放心的再跟大家分享。晚来如此，好不好？哦、你 follow 他就是你跟着他的脸书，就是为了那个，對對對为了看他的东西。我只是为了注意这件事。你不要到时候用巴尼，你不要以为我是贪图他的美照，对不对？哦，绝对没有。哎、欸，贪、哦、图他没有走了，美照，哦、美照，美照，魔照啦，魔照啦，魔照啦。啊、哦，那个照是哪个照？是胸罩的罩、啊、什么？就是吉人自有天下那个是哪个罩 啊？算了，照片、這個、对的，这有点干哦、喔，有点干。我提醒你一下、喔，你的主持功力大幅度下滑。喝个水，喝个水。这个我觉得要检讨了，要检讨了。对，要下滑。其实可以退休了，我是觉得直接。我也觉得这样子，對對對，我就决定我让年轻人交棒、啊。我过年的时候先退休，让年轻人交棒。2月15号准时报道，好吧？过年先暂休，好不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单元，望子成龙。望子成龙、欸，来，那你吃啊？哎、欸，龙哥啊，他有四个人，四个小孩。居哥，哦，他望哥四个字，居哥，好不好？望子成龙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会用奶瓶喝乌龙茶，一样限时30秒，看谁喝最快才可以抢答，答对的话可以解一档股票。哇塞，哎、欸，你看一下三瓶黄色，这是什么东西？乌龙茶。欸欸，我想问一下，我想问一下、啊、今天是来侮辱来宾吗？你装这是乌龙茶吗？不是，真的是乌龙茶。我上次我不是那个吗？是健检吗？对对对，健检不是他。我上次一直跟你说探照灯之后，对啊，你现在是用这个要来羞辱我？这个不是啊，就健检啊，啊，健检完全我没有留手留下来，而且这个颜色有点深呢、欸。重点是温温的哦。哎、欸，对啊，而且为什么那么少？是不是因为你如果需要多的话，等一下你跟我一下，我去测试一下。三瓶五是很多嘞，三瓶哎，我跟你讲，可以挤出三瓶不容易耶。送一句我发明的话，给我两分钟，我大人有大量，好，给我两分钟，我帮各位装满。我大人有大量，我这边倒给你就好了。这不好吸啦，我们来看一下这题目啦，好不好？对啊，不好吸啦。这一题不简单哦、喔，高手。这一题不简单哦、喔。2024年全球股市开放盘，截至1月30号，下面哪一个指数今年以来尚未创历史新高？尚未创历史。截止到一月底，啊，开始了吗？哎，还没啊！哎，你们不要闹不好。他有说请抢答吗？我有说请抢答吗？我有说吗？文元老师，你可以不要那么老实。几次了？你顶次了5次了，你今天在发呆。我都替你感到可惜，你就吸拿出你的吸奶力啊！你生了4个小孩哎、欸，真的，你可以吸4次奶哎、欸。老师侧面一点，是不是？侧面一点，让我们看一下。對你可以吸4次哎、欸，你应该是在吸奶的男人呢、欸。陈老师侧面一点，让我们看一下。让我们看一下，看一下侧面。陈老师要侧面看呐、啊，还要侧面吸，侧面增加难度。对。哎、欸、哦，要侧面吸的是你，给我看一下，我不相信。你这个奶瓶，你直接。哇塞，捏碎奶瓶哎、欸！哇，爆菊哎、欸！喷一下，看喷出来吗？你怎么这么爆菊过？哇！哎、欸、哎、欸，等一下，好久、欸，拿出来你们不要吸了。你吸那么大力会痛哎、欸！哎、欸，你这样子感情怎么好？你告诉我。对啊，他吸那么大力，难怪都变室友。嗯、C C 打 C 就是 C 吗？你说很会吸就是 C 吗？我怎么记得 C 这么肯定啊、喔？这么肯定啊、喔？快吸！费半没创新高吗？到底是快吸还是吸啊？等一下，先暂停，先停止吸。答案是什么？答案是 B。B 不是，费半木快跟他讲。哎、啊欸，你干嘛抢掉他肩膀？对啊。我叫你答案是什么？我说你要讲答案不对啊。那反正我们已经知道答案了。我们现在决胜，没关系啊，决胜负来。來但是不够公平哎！啊，现在开始吗？我可以重吸过。我跟你讲呐，来，停，不准吸。你现在就留那么多，然后再一起 PK。来，那你对啊，来来来来来，
你是最会吸奶的男人嘛？对，我是最会吸粉的男人。不是你，你放屁，你放直，来一样的高度，来，快点，把它剩，先把它吸到那样子，再决胜负，最后三秒钟，快点。这样太累了，啊，我刚喝了，不然它倒一些些掉了。我先用喝的，然后跟他稍微多，没问题。来，赶快等你，时间有限，不要喝完哦，喝超过不管你哦。再多一点，再多一点。好，差不多，差不多了啦。哎呀，你越多一点点没关系，人家让你很多了。你看一下，照刚才那个速度，他应该会赢才对。哎，我刚才不小心碰到你的肩膀，请问你可以原谅我吗 ？OK OK， 好不好？希望你。而且你还有强压哦。对啊，喂。等一下，我们在这边观众几万人来讲一下，你可以正正，你刚才是自愿的吗？我跟你讲，我刚刚是说 B 在马赛克的意思啊。好我告诉你，哎、欸，这不错，这不错，我刚不错。答案我告诉你，他刚才的表情。受到强大的震撼，而且他写不愿，没有没有，他愿不愿意再问你一次？可以啊，可以啊，愿、喔、意，他都非常乐意。谁用刀指着我？没有，没有，没有，来，我看一下，来喽。我要跟你讲，他没有洗手。来啦，我买一，我送你好了，不要每次害你。一二三，请抢答。加油，加油，加油！牙齿咬，牙齿咬，你看他要喝完了，要喝完了哦！我要检查，一定要喝完了，你们不要作弊哦！喝完，你没有声音哎，怎么没有声音？好，好，输了，输了，立起来，立起来了，好了，哎、欸，人家已经让你这样子，没办法了，够了，你这个因为猥亵、不良风俗，请帮我上马赛克，来 A 还是 B？ B 啊。确定吗？我觉得他刚才那个是真实反应，应该不会糊弄我，就是演一个戏，有没有？答案是 B， 然后我现在想不愿意抢答，他说没有，其实是 A， 这个就厉害了，这就厉害了，那连我都演了，而且吧，这一题其实我那时候恩典跟我讲答案，我有点没有记起来，对，所以他刚才在讲，不是，他那时候跟你讲说字很长的，字很長，可他忘记了，其实纳斯达克字比较长，哎、欸，不是，哦，是费城半导体比较长，不是，我一直以为中间是 S&P 500，你懂我意思吗？然后我跟你刚才讲哈，是纳斯达克、哦。哦，好，反正我答对了。纳斯达克还没创新高，哦，纳斯达克近期是蛮强的，可是还没创新高，哦，是费半创新高了。学到一月啊，费半为什么？是因为台积电的关系嘛？学到学到，台积电是费半的指数，是费半的成分股之一嘛？所以今天一开始来的时候，我就有跟你说，好了，赶快，嗯、不要废话了，没时间。啊，是选完股票了哈、哦，还没？啊，哎、欸，还没贴啊，还没贴啊、哦。哎，凹他都不行，他今天记忆力不错。可恶啊！可恶啊！听牌了。我跟你讲哈、喔欸，你讲好倒是历程的形状。我跟你讲、喔、你不要作弊好不好？我跟你讲哈、喔，我现在每天去打拳哈、喔，我发现哦、喔，我现在吃饱不会变痴呆了、喔。好，你看我今天已经证实了，我吃了水饺，又吃了、這個。那你可以不要，你可以告诉我你是贴形状还是历程吗？哦，历程啊，历程。历程，历程。对啊。封测了，贴好，贴好。封测，贴好，贴好。封测哈。对哈。记忆体产业 AI 啦，我觉得是重点是那个 AI 现在用到的这个高频宽记忆体的封装测试一样哦 ，AI 的动能好不好？哎、欸，你要看拜托姐、哦，你可以认真解盘吗？你现在发呆了，你知道吗？有吗？历程啊，我刚才讲记忆体封装，就这样子而已哦。就这样就很成功了、欸。你们不能说什么59分钟前戏、欸，然后真正要解股票的时候给我解30秒啊！我跟你讲，你不要把你的人生拿出来好不好？五九分前戏，然后真正要开始的时候3秒钟，三秒钟。我刚才忘了透露一件事，他抢到一个日系客户的大订单。啊、哦，哪个日系客户？这名字不方便讲。名就是你就照讲而已、啊，是不是忘记了？照讲而已，画面给我，照讲而已啊！哎，啊，这个资料有我准备的啊！是不是我这么认真，对不对？哦，哦好不好？历程啊，有啦。我觉得真不是、啊，因为有时候他们客户有些客户不是啊，真的不能讲。他们有嘱咐我不要在福利社讲、啊，因为他们有合约、啊。我相信你，我相信你。哎、欸，你自己都不是每台积电接什么大单都只能讲美系吗？啊是啊。啊你问他说哪一家啊？这不是他不会讲，跟大家都啊，这不是很没有 sense 吗？问这种问题，对不对？啊，大家只能用猜的啊，对不对？哈，好，好了，那这个历程，对对对对对对，好，来。好不好？好，好，好像插一个洞哦。你可以解认真一点吗？两个可以争气一点吗？哎、欸，给他们运动好不好？怎么不是啊？哎、欸，不然这样好了，不然这样好了。不是，我等一下故意输。好不容易答对了啦，不要真的输啊！结果呢？我突然想起来，对，他刚才很生气耶，哎、欸，他很生气，他甩耶，对啊。
干什么？干什么？你有看那个全员打仗？再回去看，我甩棒了哦，结果界外全员打，不是在屌什么？不是。他会全力打，跑错边了，不是会了以后，然后忘记踩本垒了，哎、欸，也有啦，也有，不是，但重点是你为什么要穿鸡鸡？对，我一直讲这件事，过年开始讲，我跟你讲、欸，他以后过年打赌，如果穿这件衣服，我跟你讲，他跟你信了，我跟你讲，对对，我跟你讲，明天这手就，明天这件就上二手拍卖网了，明天直接上二手拍卖。我想说输光了还可以拿来讲、欸，你一个是有鸡鸡的男人，对，然后真的鸡鸡的，一个是没有鸡鸡的男人。就现在输没有鸡鸡的男人、欸，好不好、欸？我们快速来看一下。等一下，我们不要吃，我已经帮你到现在这个地步了、嗯。基本上他已经吃饱喝足了，我没办法，他连棉花糖也吃了。嗯、接下来看你们造化了，好不好？我们来看下个单元，来写字快手。哎呦、第一题，第一题哦，第四档高股息 ETF 达成千亿规模是什么？是谁？是谁？股号跟全名要一起写，要一起写啊！真的没有啊，我们就看谁至少能答对股号或全名嘛。全名太难了，我觉得我们斟酌一下，好不好？来，我们看，哎、欸，还没开始哦，还没开始，擦掉，还没开始哦，擦掉。我还没讲到关键字，擦掉，画面给他们。哦，我讲到关键字的吗？哦，哎、欸，真的，真的。我讲请简答吗？刚才是没。老师，我讲请简答吗？怎么办？GG今天感觉已经。放弃人生，穿上GG，人生GG。来，这么快哦、喔！来，00929，00929，富华高股息，富华不是？来来，停，不能写，不能写。你们拿出来你题目来，什么？来，请翻牌。00929的答案的是富华国泰优息啊，富华正确答案。来，我先不要讲这答案，先讲你对不对？威老师对不对？答了，都答错。嗯，因为我记得是不，我记得哪嘞？陈老师，你确定要答吗？919啊，确定？对，确定。919，我请问一下，你一年接几次业配？今年没有，去年呢？哎呦，去年过去的事我们就不要再提。有没有十次以上？往事不堪回首。我跟你讲，真的是数一数二，对不对？作为业配的关系，数一数二数来宝了。哦，你只差一题是不是？对不对？好，你只差一题嘛，对不对？00919真的是最后业配的分析师，好厉害呀、啊！答对啦！哎，没有把全名写完也 OK 吗？不行，我不能原谅自己。那你要补上吗？你补上，补上，补上，我补不上，只能对半题而已啦，只能对半题啊！我跟你讲，那这样子好不好？不是不是，因为坦白讲，我真的全名讲不出来啦，所以是不是？所以我跟你讲啦，你以后业配就一半啦，你一半，我一半啦。哦、好不好？因为你只能写一半而已啊，感情比较不会散、啊，好不好？好不好？哦，是不是？好啦，你这次赢了啦。哦，这个写全名太难了啦。这个恩典没跟你讲，这个根本就虐待你吗？不是，哎、他刚好讲了群益以后，他就走、欸，他就接了电话就走出去了。你知道吗？你这一次第一次第一名，而且还是独排众议，还是这个就是一马当先。那我觉得到底恩典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们两个、哎，你等一下再问他啦。你就是问他说，这一个月他的餐他都点什么了？哎，为了第一名，我真的付出不少的代价。专业嘛，对，我刚才看到嘛，对不对？好，好来，哎，你这次借我一下，我就不拧了。你贴他的头啊，贴他头。对，可以借一下，我的也可以借。叶配一下，借一下，借一下。对对，因为那个不粘了，他。你可以快一点嘛，你不要故意蹂躏人家，好不好？对吗？不是啊。其实我跟你讲，他现在快输了，他其实已经开始在学艺，在那个发挥中了、你看看是不是华邦店？是不是？哇塞，你看，哇塞，你看这么帅，这样子比较起来，比较起来人家比你帅多了，怎么办？真的，巨鼎贴上去，巨鼎贴上去，巨鼎，借一下，借一下，借一下，巨鼎，联发科嘛，对，好，巨鼎，联发科，借一下，借一下，联发科，赞哦，来联发科，来，你看看。哎、欸，画面怎么怎么奇怪？怎么陈毅老师你就不舒服啊？对啊，你看怎么那么好看啊？对啊，来讲一下这个华邦电啊、喔，因为坦白讲，今年记忆体整体产业应该有机会大爆发了，业绩成长20%-60%，整体来讲、喔，那因为华邦电目前包括 Flash， 包括 DRAM 哦、喔，那库存都已经见底，报价 DRAM 报价也开始回升。所以今年我们认为记忆体有机会，那当中当然我觉得上游的华邦电，只是说时间点可能会稍微慢一点，好、那建议大家稍微再等一下下，第三季才第四季才会，对对，但是我觉得今年应该有机会了，好不好？金融年，
那我刚才其实有点难过了，因为这么快就赢了，我觉得突然有点寂寞了。对啊，高出不胜，他才逆转，所以我才跟我对不我没办法忍受自己没有把答案全部写完。如果 S 跟 M 的话，他是 M 的那一种人，对不对？他就觉得今天没被打脸，他不高兴啊。他其实最喜欢就是哎、欸，我猜 A、欸、就做变 B 了，至少要拿起来低我一下嘛。对啊，哦，就都没有，你都没拿出低，你两个讲一下感言好不好？来。失败的感言，但是不是选股失败的感言呐、啊？再我们看一下你们的股票好不好？给我们看一下，秀一下，秀一下。啊，人头，人头，一个都没有。哎、欸，还用倒？魏元老师还有呢。联、发科麻烦贴了。哎呀，联发科啦哦。哦，最看好哪一档股票？你讲。啊，最看好哪一档？九档里面。N31啊。M31。M31。从900多块跟节目跟大家分享到现在1700嘞。哇塞，他今天讲话最多字的就是这个。真的啊，早上他穿这外套，我心里就想说，哇，今天应该稳赢了。哎，是哦，GG，我觉得这个好笑。对啊，你看你输给一个没有 GG 的男人。来，嘿。老师，你有什么最好看的股票？最好除了嘉登以外，就是这个6669啊，哦，这个尾影，对，哦，你们觉得很贵耶？就是我们看我们的观众就是老少咸宜，然后贵的可以买啊，稍微没那么贵的也 OK。现在还有零股交易嘛？对，都 OK。零股交易，好不好？谢谢啦。那我们来看一下上一下惩罚。好，上惩罚喽。怎么办？我今天本来想要，我们还准备好多题，结果今天一下子，你是不是？他龙年后面都买，他很少这样子赢。对啊，怎么这么旺啊？怎么旺啊？你第一次这样子独赢哦。独赢呢？对，而且是一路这样子。而且基鼎被我铲电呢。基鼎不是铲电就没有 GG 啊，他去 GG 就 GG 了，铲电一题都没有。他还必须靠我的板子来，你再看一下。他必须靠我的板子，他才能介绍他的联发科。你过年会穿这件衣服吗？你过年会穿这件衣服吗？我们可以访问他一下，今年过年会不会一直穿这件？我穿这件衣服拿去压钱，可以吗？压身。阿威老师，也拜托你，我在开玩笑，只要抢答两个字，你就抢答一下，好不好？老师第一次一回生二回熟，对，二回生，再回来就不会的。来，我们来看一下，好，罚卡喽。来，我们要先处罚。来，准备好那两个罚的东西。好，请基鼎老师。喝一下，君老师，你都拿给我了，你至少让人家选一下嘛。我刚才是拿给你这个哦，那你要哪一个？没关系，没关系，你要注意，你要注意哦。我觉得这个好了，我觉得芥末饼干好一点，柠檬原汁，哦，那很爽哦。噔噔噔噔，配美女。他喜欢柠檬原汁的话，要不要给他柠檬原汁？最近有游戏展都有修哥了，你看我们这个修哥的身材，哎。真的不错。来，我们讲，喝，你看那个脸，哇，好松哦。刚好补充维他命 C 啊，我最近肠胃也 C， 刚好，刚好补充你的肠胃。对对对，最好看的感冒。喝完，感觉好像要吐出来。喝完，哦，哇，有没有觉得？有没有觉得芥末比较？哦。我是对您好，叫你吃芥末。很酸啊，看他的脸。哦，我觉得来福利社真是要冒着生命危险。生命危险有这么严重吗？啊，对啦，因为他今天他感冒了。对，不是啊，我肠胃感冒补充维他命 C 啊。要，肠胃刚刚吞不下去，我怕胃会痛。难怪输了。对。对啊，那可是问题是，你下次还是要记得那个拿一个创新高，他是创新高搞错是不是？没错。创新高，很有自信。创新高是，对，因为最近纳斯达克很强，不是创新高，不断的再创新高。我少看了一个历史两个字，对啊。来啦，这个就没有什么讲的，就是他了。听说最近鼻塞嘛？对，没错。让我通一下。我靠，就他这么大一片啊！啊，芥末在哪里啊？在里面，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很像那个握寿司，芥末这个绿色的啦，反正很像那个握寿司啊。来，握寿司芥末就是在那个饭跟那个生鱼片中。来，我要吃了，吃，来给大家看一下，好吃吗？老师不能把饼干配出来啊！哦，还没有吗？等一下，有点像。我跟你讲，你要从鼻子有点像，他等下会流眼泪。呛一下，来看一下，然后才会流眼泪。突然觉得我对基底比较，基底有没有觉得这个比较差？有，好吃吗？我刚刚还一度想要让他柠檬汁，我现在觉得我没有让他，这是对的。这个比较干，这很呛，然后又很干。你要还要配柠檬原汁？对，还在配柠檬。喝完了没有？柠檬原汁，赶快来来呛上菜。这个不错不错你越来越会当主持人了。要配就是配柠檬原汁，难道配温开水吗？丢。
然后还要用奶瓶喝，爱配温开水啦，爱配的啦，而且还要用奶瓶，对不对？奶瓶喝，老师一口帅气一点，口气把它吃完了，超时了、哦，加油加油，柠檬汁哦，你知道他死哦，不要吃了啦，还有观众要求，没有啦，你要吗？哎、欸，你不喜欢吗？老师原汁啊，不喜欢了，嗯，好，好原汁啊，把它吃完。哎、欸，你芥末加好多哦、喔。对啊，有点狠、欸、很多。下次也要给恩典请他吃午餐，这个芥末太狠了。真的，一个月啦，这男人太狠了。还要鸡腿烤鸡腿什么的，哎呦，真的佩服佩服，哇哇哇，辛苦了，勇猛。哎、欸，我突然觉得今天来录影真的整个很舒畅。老师来介绍老师的那个啦，来，来来，欢迎，可以不用上来没关系啊，不用上来，他已经习惯我这个位置，而且习惯。主持人是我，让你站一下这里，是不是？一直熬代班呢。哎，谢谢你今天啊，对不你可以回你的位置了。好，介绍一下，我的赖了哈，来来来。哎、欸、你干嘛一直挡着、欸、我以为是我挡到。你是不是想要这一支？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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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欸、我用我这一支手就可以。你自己介绍，反正你话那么多嘛。哎、欸、麻烦大家到 YouTube 好不好、欸、我的新节目叫飆股起航、喔欸、主流抢先报。嗯好不好来。本来叫古怪教授嘛是不是本来就是古怪教授了哈，但是因为不是因为我的股票只有飆可以形容，所以我就叫飆股起航。好好不好那我的 LINE 是小老鼠 GP520。不要打到 GD 那个哦、喔喔嗯、是 GP 哦、喔嗯、GP 520没有难怪我想说最近他的粉增加蛮多的我怎么变少了喔、喔、对不对这集完之后我加速加入我的好不好请大家多支持好谢谢大家大家多支持啦好不好谢谢大家今天这节目蛮精彩的哦、喔、虽然今天还是有好笑啦可是今天比赛竞争度哦、喔、稍微不足可是就像人生一样就像你巧克力一样，你吃了以后，你才知道这是巧克力什么味道。嗯、你今天有想过说陈彦老师既然长这个脸，结果可以一路赢吗？你告诉我，长这个脸是什么意思？我再说一次，你可以侮辱我，不能侮辱我母亲。不是，你可以侮辱我的脸，侮辱你的脸。对呀、啊，他今天其实他很习惯那个被打脸，结果今天完全没有，對啊、一路赢到底，赢、欸、到底。我觉得我今天，而且你输的那一题还是不小心让给他的，对不对？是不是？是故意的。啊，是故意的吗？对，啊、无耻的。不是啦，这告诉我们一件事，真的毅力很重要。毅力很重要，为什么？因为输了999次不重要，大家最后一次赢，只记得最后一次。那讲的好像仿佛之前都输了都不重要一样。而且你要知道，金龙年对不对？对，年度就大喷发，大喷发。好，谢谢你。所以如果觉得我们节目很精彩的话，又学到飆股的话，是，觉得我们特别计划很精彩啊，这次哇烧虾，大家这感冒啊也烧虾，大家都舒服。都不舒服，还录这么精彩的节目的话，你要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所以每周一到每周五晚间八点上线，135解盘影片，24教学影片。谢谢光临，疯狂股市福利社，让你的财富 free， 大吉大利多，好不好？哦，这个很重要啊，财神爷我都亲自降临了，是不是？玉凯老师唱歌，然后歌神神，刘星宇买就跳，交易之前要考虑仔细。疯狂股市福利社，提前告诉你。最重要，杀最低，谁有改掉的坏毛病？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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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疯狂故事福利社，提前告诉你。最最高，杀最低，先有改掉这坏毛病。疯狂故事福利社，买财富 free。谢谢光临疯狂股市福利社，让你的财富 free。